什么点？他没讲，他刚发生了什么事？我到现在也搞不清楚。无缘无故，你的肉体就来黏着我的身体，而我只知影爱拼命，一直走走走。在问什么呀？处处夹人，反而带给我更多的思考空间。什么思考空间啊？卡层、心不能层之类的劣质思考。当想卡能自主时，你的思考只有方向与目标；但当失去走路能力时，想的必须是如何走路下一步。再来的我，要以自己的步调走出不同以往的风景路，但你的步调可是掌握在我的手中了，是吗？怀疑啊，也难无你讲啊。你讲你想要看哪一处的风景，就前方迄个大石边吧。但如果我唔杀你前往，而是爱你在原地转，倒退路，那你就只能在原地等你，半点由不得你自己。但现在看来是你原地不前，而我已在自己上高的地方。哼，我是故意让你，你也真以为你无我能走啊？是是是，说我现在真是十分仰赖洪福齐天的齐天变了。